经开始胡说。声音很好棒，哎，你吃了吗？西游伦敦记，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伦敦的火车站啊！我还头一次在英国坐火车，对，我们现在要赶往利物浦，是一个很远的地方。我们去看一看著名的摇滚乐队披头士啊，对对对，的故乡。那这个披头士这个乐队，大伙儿都非常的喜欢，咱们中国经常把它翻译成甲壳虫乐队。对，1956年成立的，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让我们去探索呢？我们还是到了利物浦再说，走吧，去看看约翰列侬，拜拜，拜拜。游伦敦，看奥运，西游伦敦记。哎呀，今天好开心啊！我觉得你比我应该还开心。对，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这儿，你看看，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今天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寻找英国音乐。今天光我们两个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就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让我们欢迎 John。 Hi Nice to meet you。 今天呢 John 会带我们细致的整个游历我们的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会有像这方面的体验课程。你会紧张吗？因为这里的门槛很高，你知道吗？入学的门槛，所以如果体验的话，哇，我现在迫不及待想体验，走不走？赶快走吧，走吧 ，Go。OK。Thank you。龟肯定是要慢的，然后汽车要开得特别快。那边那个是坏的。滴滴滴滴。没事，我去前头找个座位。特别快。你是第一名了。你是第一名了。天吓人了，天吓人了！他刚刚还拿了个火车，然后就火车进山洞了。我给这个大脚做一个足疗。你胃不好。你肾也不太好。对呀，大哥呀，我怀着你哪儿了？你腿也不行了。咱来点 music 吧，咱听点。音效，对，咱得硬个点儿，听个 Beatles 的音效。放一个。有手机啊。来，音效起。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The Beatles, 20世纪最知名的英国摇滚乐队，1956年成立于利物浦。主唱兼吉他手约翰列侬，摇滚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也是 The Beatles 的灵魂。保罗·麦卡特尼，低音吉他、键盘及主唱，同时也是史上最成功的作曲人。乔治·哈里森，主音吉他手、主唱之一，加入 The Beatles 时只有15岁。林·戈斯塔尔负责鼓以及和音，他的加入让 The Beatles 的整体风格趋于统一。今天乐乐和金子就要去到这支传奇乐队的故乡，寻找他们昔日的足迹。经过两个半小时的路程，我们终于到达了利物浦，要向着我们的景点去出发。看似阳光明媚，其实风是冷的。你看我都已经风中凌乱了。这是一港口城市，所以非常之冷。那个景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景点就是 Texas。 我觉得刚才还是偏流行了，我得来点更传统，来一个 Beatles 的中文版。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咱到这儿就得这么唱。利物浦美景盖世无双。后边呢？那西湖啊，利物浦又放出西湖来了。现在呢，我跟音乐小王子李伟同学来到了哇，全世界排名第一的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你来这儿是不是特别有感觉啊？一进来就闻到了那种浓浓的古典音乐的气息。闻到了，不是听到了吗？闻到了。而且他一进来就是。马上就这样试两下，对，大家会觉得这个环境特别适合开嗓。然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是这个皇家音乐学院里面的一个音乐厅，一个演奏厅。然后这个演奏厅呢，是以一个非常有名的大提琴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一个女性来命名的。那这个女性很了不起，她曾经在这个学校学习过，学习过之后呢，然后又留校在这边当老师。当老师，她又捐了500万英镑，然后重新翻修这里。更值得一提的呢，是他的哥哥创造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你一定知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詹姆斯邦德007，哎，就是他哥哥创造。所以你看，这个艺术细胞真的是可以遗传的哈。嗯，所以你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可以像你这样唱之类的？我爸可以。你爸可以？对对。嗯，所以我觉得能在这里上学的学生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来，我们看看下面因为这很空旷嘛，后面就可以唱啊什么的。然后这些座椅呢是供这个英皇学院的学生考试的这个椅子，离得还挺远的，没法作弊啊。这个可以写小抄吗？嘿，听到了，声音很好嘛。哎，你吃了吗？哎，你吓到人家了。Hello。 啊，哇，有回音啊。快快唱两句。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啊啊，哎呦，黄死我了。你闪光灯。我们要去 Beatles。哎 ，Beatles 的这个成名的小酒馆，但我们得先找找他那个街道来。那个非常有名的马修街，但是我们现在说导航已经导不出来那条街了，这可怎么办？我可以拿手机搜一下，找一找，知道吗？这上网，我们就跟着地图走，肯定会找到。我们这边走边看，来。由此别过了啊，就一天他真没过，他就在那嘎达。第八路。赶紧，要不然分头找吧。地毯式搜查一遍，快点，走了。好，老板，我们就此。就此别过了啊。老板，谢谢您，您能一会儿找到这间酒吧，拿这个硬币在那儿买点酒喝啊。我留了两把。抠门啊，这个大抠门。能不能行了还？啊，快让把我累死啊！看不看？我的天哪，这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他就在那嘎达。我赶快去找导演机。导演机。啊？不瞒您说，我就顺便逛了街，结果一出门，哇塞，就在那里。
我告诉告诉我说你为什么让我往那边去？我一看，哎，这边有电，这边有电。你是不是来过之前？耶、这间酒吧就是 The Beatles 当年演出的场所。从1961年到1962年，他们在这家酒吧进行了292次表演。EMI 的王牌制作人乔治·马丁就是在这里看到了他们的表演，才会有那首让 Beatles 一举成名的 Love Me Do。The best thing was it came to the charts in 2 days, and everybody thought it was a fiddle because our manager's stores send in these, what is it, record things, returns, and everybody down south thought, ah, ah, he's buying them himself or he's just fiddling the charts, you know, but he wasn't. Love me do.对，咱们这个是 club， 对 club pub， 然后还有，我们都是不一样。嗯，这有什么区别啊？这个 club 是就是刚才你看到的这种可以在里边喝酒的 啊，然后可以跳舞的，一般都叫 club。啊、然后像 pub 呢 ？pub 就一般都是露天的，露天露天的。对，像 in 呢，就是你在里边喝完酒，可以不用走了。楼上是可以睡觉的。啊，哇！啊，对。请进。Hello, Mr. Ding. Hello, 你好。对，欢迎，欢迎。对。哦，你会唱什么？他学了，因为不是。The year 1600, about 400 years ago, when opera was invented, a singing technique evolved alongside the new art form to allow these new long emotional sounds to be made without the help of a church acoustic. As they realized that the human voice, like anything that vibrates in a flow of air, works best if you have a constant, minimal flow of air.So it's about using less air. 东西要不起 so it's not using a very small amount of air. You have to have your ribs extended. 肋骨打开。肋骨打开。要控制格的话，把肋骨打开。So if you feel my ribs here, so you feel that opening there, and I keep them there all the time. So you push against me. That's it, and you just stay there.And you just stay there. 就是你到了那个位置后就 hold 住，不要动了，就肋骨打开那种状态，就是放松的状态。Already, it is so quite 太好了。How do you? So bingo. So if you have your ribs in this position, then only the diaphragm can control the air. So you get this very good control that we need for Western singing. Okay, 肋骨打开。肋骨打开。No, you stay down here. This stays down and this stays open. You stay.啊！这么长啊！就太长了，太长。来呀！Yeah. Okay. 放松一点。肋骨打开。
怎么找不着啊？第八度，啊，第八度，太高了。第八度。啊，轮天眼，这是利物浦眼。My father. Very happy to be your coach. So if you imagine you pick up two heavy weights, and you lift them very, very heavy, and then they're so heavy you drop them, and your hands go high, and then out wide, and come down there, and then your ribs are in the right position.So try that with me. We can all do it. Here. So you go, pick up the weight. Let your head go. To about the eyes. High. Wide. Not too far back. And do you feel how much space you have in there now? Do you feel that space?你可以感到有空间，哎呀，there's a lot of space in there. Now without moving, just try. Not too much. 就不用动，保持那个姿势，然后控制自己的气息。So if you, this is good, this is how you, I mean, but it should be relaxed, there's no stress, what's the stress? 压力没有压力，尽量放松，还有放松，放松是 relax, 是不是 relax, 放松，放松 And when the night is cloudy, there is still a light that shines on me, shineThe sound of music, Mother Mary comes to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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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y dream story.Oh!
失去了灵魂，世界失去了一位独一无二的真正的艺术家。白金的刘飞生以及到这儿来，其实列宁已经去世了，大家一想起他就会心里很悲伤，所以这所有的布景都是白金。淡淡的